全台最大型除夕夜特别节目日前已经在台北小巨蛋录制完毕了，集结海内外超过30组艺人的演出，长达6个小时的录影。主办单位现在也特别释出了录影当天的幕后花絮。那么这一是台上台下集结上千人的心血，影片曝光之后掀起民众一阵讨论，更让粉丝们相当期待，希望可以守在电视机前来观看除夕夜的正式播出节目。从歌手走位到摄影机运镜，一刻都不敢马虎。这是台上台下集结千人心血的全台最大型除夕夜特别节目，集结海内外声量歌手还有团体齐聚一堂，包括顽童、Energy、梁咏琪、吴克群、Les Serafins。超过30组坚强卡司阵容接力演唱，带来欢乐的游戏环节也有不少亮点。主办单位长达6小时的录影，大家都十分敬业，也特别释出录影当天的幕后花絮。不管是台上精彩演出，还是台下卖力准备，短短2分多钟的画面，也呈现工作人员们努力的成果。这些红白看下来。录影当天，所有艺人也享受了一个非常棒的舞台，感受近万人的欢呼声。主办单位谢谢所有在小巨蛋现场的观众，迎来15周年，精彩表演也将在除夕夜呈现。这也令不少没有进场的粉丝们十分期待节目正式播出。记者杨宗彦、许修明台北报道。